笑不活了。有位网友发了一只长相很奇特的猫。接着又有网友说，我家猫的脸也有一个面具。紧接着又有男网友说，原来大家都是面具猫，我家这只根本看不到它的眼睛。哎呦妈！随后又有女网友说，她的长相像做贼一样，你们再来看看我家狸花猫的眼睛可爱吗？这么可爱，小猫咪。接着又有网友说，你那只还算好的了，你再来看看我这只狸花猫的眼睛更奇怪。紧接着又有网友说，你们的猫我都还能接受，但我这只猫的长相你们有可能会嫌弃。随后又有男网友说，还真怕它晚上出去吃人血，你们再来看看这只蓝猫是不是长了四个耳朵。最后又有女网友说，不用惊讶，我这只蓝猫还长了三个眼睛呢。哎呀！小红书。